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前夕，大陆各地民众陆续申请六四集会游行，中共当局加大维稳力度，陆续有民众受到当局的监控和打压。天安门母亲张先林以及她的夫婿准备前往香港出席一项活动，却受到许多阻挠，被迫取消行程。张先林表示：“中共恐惧六四，如同在逃的杀人犯。”天安门母亲张先林的丈夫是有名的琵琶大师王范帝 今年三月获邀到香港担任香港国际青少年琵琶大赛顾问，并发表演说。张新林夫妇原定五月二十九号出发，但遭到北京当局多番阻挠，因而取消行程。随后主办方也受到压力，通知王范弟取消这次活动邀请。张新林表示，他们只打算去三天，六月一号返回北京，没打算参加香港的六次活动。我只能说他是在逃犯心理，你别说你杀了人了，在逃了。 人家多看你一眼都吓得跑，以为别人会认出他是杀人的。庄先林的儿子王南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遭到解放军屠杀。王南遇害时被子弹射穿的眼镜和头盔，曾在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展出。庄先林希望人们看到这些六四证据后，认清中共六四开枪屠杀学生的事实。救护车，救护车，快一点。 多年以来，要求中共当局平反六四的呼声不断。下周二，六四事件来到第二十四周年，中国海内外都在关注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的第一个六四周年纪念日。大陆参与网站的消息说，六四将至，意见人士活跃起来，当局也紧张起来。一方面是准备采用各种方式缅怀先烈、纪念亡灵、提出诉求；一方面是四处威胁、八方阻拦。 千方百计的把民众纪念六四这个血腥日子的活动打压下去。我们这儿主要是一方面，警方呃在下面是派了那个，呃，就是维稳监控人员在楼下，而且那个手持也拿着那个步话机，可以说那个各个地方在六十期间，嗯都加强了监控，而且也官方也通过一些人那个通过网络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在那个六十期间不要发布一些敏感的文章。 在此之前，广州九零后青年邱华、杨廷建也在网上发起“六次上街找手机”活动，不过遭到当局行政拘留。而湖南部分维权人士向湖南公安厅申请到玉麓山公祭六四英灵后，主要筹办人罗茜遭到监视和行动限制。再加上多次因为街头举牌被拘留的张胜宇等人，还有早前被拘捕的刘远东及丁家喜、赵长新等北京十君子等人。 今年成了八九以来在六四期间对民主意见人士控制打压最严厉的一年。新塘电视李运、李志远采访报道。